中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永森，今年86岁，从事景泰蓝技艺整整70年。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款我在经典之作的作品之一，叫皇家天机尊。这个产品获得了国家级的金奖。大家知道龙车是皇上做的，凤辇实际上就是凤凰，就是带凤头的车是娘娘做的。皇家天机尊是凤辇的形体。那么从它的花纹来说呢，基本上采用的是明朝的这个拐子明廉纹，是表示连连不断江山永固的意思。那上边是一个天机兽，下边呢就是用翡翠雕赞的这个鸡冠鸡嘴，还用红玛瑙烧制的鸡的下坠，还有胸花等等，这些都是用宝贵玉石进行镶嵌的。车的轱辘中心的是用孔雀石来嵌制的，轮子的一圈是采用了松石和红玛瑙嵌制，这个眼睛和嘴的部分都用花丝镶嵌，还用花丝做一种媒介，做一种融合体，这样整体来说呢，既金碧辉煌又高雅华贵。为了更加凸显出它的皇家气势，后边又用雕赞工艺雕赞了一个凤座耳，上面还用翡翠雕赞了一个如意，嵌在这个凤的尾上，这样它更显出就吉祥如意的意思。尾巴里边基本上是采用了明朝的明廉纹，尾巴的尾铃也是卷起来的，使得这个天机尊更加丰满和有活力。这个产品涂着是一个圆的瓶子，实际上就是等于是平安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万事如意，万事平安，把这四大绝技融为一体，使整个产品金碧辉煌、高雅华贵、玲珑剔透、珠光宝气，整体反映了十足的皇家的风格。